各位同学，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感谢主，今天继续可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我始终觉得这次的学课是编得很好的，而且很及时的。那么，大家记得我们上两课，这一季度的主题是论死亡，死亡的状态和我们将来的盼望，对不对？如果没有最后一句了，那真的是死亡也好，死亡的状态也好，都是不大令人满意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上次呢，讲了两课，对不对？一个呢，第九课是不是圣经有一些矛盾，就是有些章节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哦，对不对？我们又说，哇，人因着犯罪就引入了死亡，而死亡以后呢，是毫无所知的，并不像什么灵魂不死啊，或者是其他的等等。但是有一些章节呢，好像看来有矛盾，所以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上一课第十课呢，哇，讲地狱之火，因为有些人误解了这个圣经，或者甚至于少数人曲解了圣经啊，结果使人觉得上帝到底慈爱吧，但上帝公义吧，有什么不死的虫，有这个不灭的火啊等等。那么感谢主，这个学科的作者把我们这样的编排啊，让我们从圣经里面，从这个解经，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解答。那么但今天呢，这题目又是更重要，就是末世的欺骗，世界的末了欺骗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学圣经的基督徒讲，欺骗最早从有人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欺骗人，对不对？欺骗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说吃啦吃啦，上帝说吃这个禁果必定死，他不一定死的啊，一定不死的，非但不死啊，而且吃了以后眼睛就会明亮，就会聪明，如上帝，像上帝一样。哎呀，从有人类的开始，魔鬼就欺骗人，而且用谎言来杀人，害了我们始祖违背上帝命令啊！尽管他活了900多岁，死亡还是临到，因为上帝给人一个慈爱的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当时夏娃亚当吃了禁果马上就死了，没有悔改机会，上帝给人一个悔悟，让他知道上帝对你是爱的，但撒旦对你是害。那么今天的题目是末世的欺骗啊，一路一路来欺骗太多了，对不对？为什么到末世的时候更加要注意呢？因为圣经讲，对不对？撒旦从天上被打下来以后，就在伊甸园工作，而一直到现在呢，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他就气愤愤的下到我们这个地球，要加紧他的工作，加紧的，这是创世启示录十二章所讲到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只注意到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哥林多后书讲，撒旦有的时候装作
光明的天使，他的使者参与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欺骗人，欺哄人。到末世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说假的东西太多了啊，钞票有假的。哎呀，我们说啊，这个已经知道了，但不等于一般的人分辨啊。有的时候，这个店铺里面找还给你的钱，你又不会分辨，你再拿去用的时候呢，他说：“哎，有人。”你就说这是假的，已经受骗了，因为我们不能分辨钞票假的。那么而来到现在的什么都假，前一阵有人说鸡蛋都有假，照理这个鸡蛋不过没多大钱，但是它一天能够生产很多很多啊，甚至几万个几十万个鸡蛋，假的鸡蛋。哎呀，我最近自己吃鸡蛋粥也要注意了啊！我想，哎，会不会假？对不对？据说米也有假的，吃的米也有假的，都有假。那么，我们平时说贵重的东西有假，对不对？啊，什么金刚钻有假的金刚钻等等，但今天连的很普通日常生活当中的。米呀、啊，面呐、啊，连鸡蛋也造假。而来到了疫情期间呢，最近说有的怎么样？这个核酸测试的东西也有造假，或者有的报告有造假。哎，至于前一阵，对不对？因为有的说，如果没有大学的文凭，就不能升阶，结果文凭也造假。那么学生文凭造假，现在有的连的这个教授的论文也造假。你看看这世界来到了一个什么时代，对不对？最近我听新闻说，对不对？香港就是诈骗案，尤其是电话的诈骗增加40%，哇！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语言当中，至于新闻呢，那真真假假太多了啊！这个消息有的真，有的是假，有的真的里面加点假的，很危险，很危险。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我想为什么要提这两节圣经呢？我想让大家读两节圣经，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好，后书也好，都是讲基督复临的，而后书呢，特别讲到末世的会出现一些不法之子、沉沦之子啊等等。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呢？啊，第二章就讲到，这里说第六节好了。现在你们也知道，啊，那拦阻他的什么？因为幕后必有这个不法之子、沉沦之子出现啊。他说怎么样？是要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甚至在保罗时代2000年前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除去，那时这不法之子必要显露出来啊！这里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这指着基督复临的时候，那么基督复临的时候，那么这里怎么样呢？啊，这里说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发之子来，
是要叫做撒旦的运动，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啊，虚假的启示，注意这问题，啊，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事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啊，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哦，这几节圣经很清楚的讲到，尤其到末后的时候，怎么样？撒旦要加紧他的工作，要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但都是虚假的奇事啊，虚假的奇事。那么，我想今天学课的作者啊，在我们第十一课啊，就提到了一些啊，大家有学课的可以翻到74面，末世的欺骗，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刚刚我只讲的只是一般世界的社会上的事情，我们现在要专注到在宗教界，在基督教里面尤其，好吧？好了，我们先把存心界读一读，好吧？刚刚也提到了哥林多后书第11章14-15节，这里说，这也不足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谎言、欺骗、诡诈，啊，就像在伊甸园所说的。但来到了末世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发展，更加的猖狂，更加的厉害，好吧？学科的作者在74面，我们提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超自然和神秘主义的大熔炉，在好莱坞的助攻下，就是所谓电影助攻下，制作具宗教和神秘主义谬论和欺骗的大杂烩电影，怎么样？丝毫不是问题。意思就是说，拍这些电影，哪怕花了很多的钱，不成问题。那古老的谎言，我刚刚已经讲过，你不一定死啊，激发了一些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最畅销的书籍和电影，以及许多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暴露在撒旦的领域之下，并受到了迷惑，它能够以各种形式出现，甚至在某些情况当中还隐藏在科学的表象之下，最最具欺骗的现象之一就是所谓的濒死经验啊，就是那些所谓死了的人醒了过来，并且说自己看见了来生的这个事情和情况，许多人呢都把这事情看作这就是证明灵魂不死。所以这一周这个学科呢，就是探讨一些末日的欺骗，包括神秘主义、濒死的经验、轮回转世、招魂术和祖先的崇拜，以及其他啊，不同的地区国家还有些不同，啊，但只有比这更多，没有比这更少。这些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一个危险，而且呢，应当避免不让自己
暴露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好了，讲的神秘主义啊，我们知道有一度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有什么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它借助音乐，借助其他种种，把人的思想怎么样啊，完全进入一种另外的状态。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魔鬼撒旦就最容易工作，令人受骗上当。而在东方呢，啊，在我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呢，有一度所谓练气功。气功如果一般的只是锻炼锻炼身体啊，那这个是无妨，但有些走火入魔。练气功练到后来，完全精神恍惚，完全，因为他叫你练气功的时候啊，要集中思想一个什么问题，集中思想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结果就使人怎么样，完全精神失常，这就在走火入魔的状态啊。这我就提一个，前一个阶段是这样啊，现在还继续，还是有，对不对？东方西方都有它的不同的形式。那么这里神秘主义呢，啊，我个人是不很熟悉跟了解。这里说，我们的世界已经被神秘主义的啊巨浪淹没了。神秘主义这个词呢，是一个复杂的一个俗语，所以我真的不大懂，对不对？它概括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词意味着个人，注意啊，什么叫神秘？个人在某种属灵的体验或恍惚的状态当中，与上帝或者与神灵结合，他进入一种神秘的状态啊。甚至某些教会的敬拜也是如此，你去聚会了啊，就像中国的这个啊，运用这个气功啊等等，说你这个啊等等，就使得你怎么样呢啊，现象在形式和强度上各有不同，但总归是倾向于，注意啊，自己的主观经验来取代上帝话语的权威。无论如何，圣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教义的功能，基督徒仍然容易受到自己经历的影响。这种主观的宗教并不能防止任何的欺骗，尤其在末世的欺骗当中。我们知道基督教里面有一派叫灵恩派，啊，我们不是说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也不是说没有医病的恩赐，但是末后的时候，撒旦就有很多虚假的神迹奇事啊，从你头上一拍，不知道倒下去了啊，或者说，哎，现在这个灵已经进到你那里了啊，已经跟你会说话、会交通，很多这种啊，社会上我们不讲，连在基督教里面都有这个现象，这是神秘主义啊。那么，但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在三篇宝训最后，他就说：“人听了我的话，就去实行的，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打，啊，不会倒塌。但如果听了上帝的话，听了圣经的话，不去实行的话呢？”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啊等等，就会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我们知道这个神秘主义影响了很多的人，使很多人精神恍惚，很多人生活不正常，
甚至做出很多怪异的举动，一定要注意，对不对？后现代的基督教世界，就是 postmodernism 世纪后后现代的基督教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淡化圣经教义的相关性，认为他们是过时的宗教。哎呀，圣经里面讲的有的啊，不合现在，不合今天的科学，不合今天的人的经验，很危险。就怎么样淡化圣经的一个宗教的教义啊？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呢，被取代。例如，他们认为圣经的故事呢，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呢，耶稣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注意啊，个人感觉和喜好最终成为解释圣经，甚至是完全拒绝圣经明确教导的一个标准。通常在顺服上帝这方面，尤其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被人怀疑，甚至被人否定，那么凭什么呢？就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某一个经历，或者世界的某一个学说，甚至会引证所谓的科学，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么有些人认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举个手表示我相信，至于我们的生活言行无需注意，无关重要，结果呢就会造成耶稣所讲的，把我们的人生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就建立在沙土上，一遇到风吹雨打，一遇到异教的风，一遇到一切世界上的某些说法、某些现象的一个冲击，就倒塌了，对吧？而且倒塌的很大，那么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信仰的根据，有一句很好的话，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据，是我们品格的标准，是我们经验的试金石。我还可以加一句，就是说是我们一切讨论辩论是争论的最后的仲裁者。而今天撒旦就动摇人对圣经的一个相信接受，尤其是怎么样呢？哪怕表面接受了，圣经上所要求的并不去做，神秘主义就引人进入一种精神恍惚。尤其在精神恍惚的时候呢，撒旦是最容易工作的，最容易工作的。那么大家注意，好啊，这个尤其在世纪后啊，因为世纪后一个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没有绝对真理的，也没有绝对标准，意思就是说，没有说圣经是上帝的默示的都是真理，没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人生的标准，这个就危险。一动摇了这个，撒旦就假的、虚伪的、欺骗的都来了，明白？有的时候有威胁，有的时候利诱，有的是双管齐下，好吧？那么好了，这是其中一种叫神秘主义。要警惕的就是说，不单单刚刚我讲的社会上的，哇，这个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东方的，尤其所谓练气功啊等等，走火入魔，还有一种叫濒死的经验，哦，这是进来很多的，证明所谓证明灵魂不死的理论，
最流行的一个现在的论据或者版本呢，就是濒死经验，就是什么濒临死亡。哎，怎么样？有个叫Raymond Moody 的写了一本书叫《死亡的回忆》，介绍了他五年里面对100多个所谓经历过临床死亡的并且复活的人。什么叫临床死亡呢？医学上就讲心只停到了，停止了跳动。但今天医师说，临床死亡还不等于是完全的怎么样真正的死亡，因为人的脑电波还存在，还没有马上就死去啊。结果有些当然为数是很少的所谓濒临死亡人，哎，又醒过来又活过来了，那么他们就会讲一些什么，哎呀，我被带到了天堂，我看到了什么啊，或者有人甚至，哎呀，我地狱也去过了啊，如何如何，讲的活弄活现，讲的像真的一样。而大家呢也相信，哎，他过去好像是呼吸好像是停止了，好像心跳也不跳了，哎，现在活过来了，那他讲的肯定是对了，否则他怎么会讲呢？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不对？圣经里面这个我们学课以前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讲到有几个怎么样死过又活的，摩西了，对不对？摩西了，还有一些撒拉法寡妇的孩子了，还有苏念的妇人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了等等。但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哎，他们死了现在复活了，哦，讲到我们去过了天堂，我们这圣经完全是静默 silent， 没有讲。这又是一个证明，就是说那些记载的圣经里面真的是一度死过现在又复活的这些人绝对没有讲起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些临床死亡的人并非真正死了的人啊，现在偶尔极少的也有这种现象出现啊，也有这样出现。但是话一讲回，现在甚至来到新月里面啊，我们其他的就不讲了，叫这个拉因寡妇的儿子复活等，最讲的仔细的是什么呢？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而拉撒路非但死了，放在坟墓里面，而且4天了。照他的姐姐说，在中东地方可能都已经开始腐化、发臭了。是不是圣经清清楚楚、详详细细的记载这事情，对吧？而且很多人都看到，为什么呢？甚至那些攻击耶稣的人，甚至那些怀疑上帝的人，甚至连拉撒路都想杀掉他，免得怎么样？哎，你看是耶稣叫他复活的，那耶稣的声望，耶稣的被人相信的这个程度就会大大提高。这就更加证明拉撒路死了4天以后的复活是一个正确的事情。那圣经有没有记载拉撒路复活以后就专门跟人家讲啊，哎呀，这个4天啊，我到哪里去了，或者等等？没有。因为这个所谓濒死的经验呢，是被人用作灵魂不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证据，而且认为这是强有力的证据。但我们说圣经里面我们要否定这个，要否定这个，这只是撒旦的一个欺骗。那么撒旦欺骗，那么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如果有灵魂不死的话，那么将来还需要不需要复活？还有没有耶稣再来？耶稣说
我来的时候要叫信我的人复活也没有了，已经到天上去了，不对了。所以有没有将来对恶人的审判？已经打入地狱了，还什么审判都没有了。意思就是说，根本上就否定了圣经，否定了耶稣基督。这点我们要相信。所以灵魂不死的这危害就在这里。好了，在下面呢，77面讲到轮回转世，这点对我们中国人讲呢，反而比较熟悉一点，是吧？对前面的神秘主义啊，或者 New Age 啊 Movement 啊，这些我们反而不是最清楚。但轮回转世呢，我们中国人通俗的讲叫什么？投胎，对不对？我小的时候就听过，对不对？那些信其他宗教的啊，尤其中国传统的佛教的，就说：“哎呀，死了以后，有人呢就投胎了，是吧？如果你今生好呢，就还好；如果今生不是最好呢，下一世呢就做牛啊，做马啊，被人骑啊，被人打，很苦的。”所谓轮回投胎啊，这里说灵魂不死的异教观念，为了跟圣经相违背啊，是完全违背的啊。结果就是为了这个提供了基础，因为灵魂不死嘛，所以投胎哪怕做猫做狗还没有死吧，还有生命吧，很危险啊。这个理论已经被世界上的主要的宗教所接纳。当然我们知道佛教道教在世界上也是很多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要注意，大多数的基督徒相信人死后怎么样，会有个不灭的灵魂在永久的天堂或地狱当中，这个就更危险。不单单是佛教道教，哇，天主教、基督教大部分人因为相信灵魂不死，哇，就怎么样呢？死了以后嘛，啊，灵魂呢到天堂去了，或者到地狱去，这很危险，好吧？我们上课已经讲了，对不对？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诗人叫但丁，写了《神曲》三部曲：天堂、地狱还有炼狱，他又造出来。非但有天堂地狱，他还造个炼狱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好不到马上升天堂，也坏不到马上打入地狱，那么就在炼狱里面炼炼。我们这样讲，这个非但是功利主义，非但是这个撒旦的欺骗，而且动摇很多人的信念，而且使得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大不了啊，到炼狱去。而且呢，我的亲人如果为我做点功夫，捐点钱，还可以让我早点离开炼狱。这个都是非常危害人的今生以及实际上的永生，对不对？这很危害。那么还有呢，这个倒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学科里面提到印度教，我们知道印度教世界上也有近10亿以上的人，对不对？因为单单印度就10几亿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印度教。那么在孟加拉、在印尼啊等等，还有一些也是印度教。印度教徒相信永恒的灵魂呢，会在6种生命的层次上。你看啊。这里说水生生物、植物、爬行动物和昆虫、鸟类、动物到人类。我心里想，这个他倒是怎么样，他倒是根据创世第一章里面讲最初创造也是一步一步的，对吧？海底的生物、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爬虫啊，再到高阶哺乳类动物，最后到人啊，最后到人。他们觉得呢啊，包括天上的居民，甚至于投胎可以投到好的，就最后经过一切一切一切变人，甚至于变成天上的居民。哎呀，这非常危险，对不对？非常危险。那么我们更加要知道，对不对？如果接受了这个，对很多圣经的很基本的教义都被否定。圣经讲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了救我们，他不来，不道成肉身，上帝是不会死的，他必须要道成人，成为人。他人有生就有死，他的死要代替我们，他的生要给我们留下榜样。如果接受了这个轮回或者投胎呢，根本就否定了。因为圣经讲耶稣非但是为我们降生一次，不会再为我们将来怎么样再投胎再讲，不会了，也是为我们一次为罪受死，耶稣一次钉十字架，不会再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接受耶稣他的生死复活给我们带来的救恩，而将来他的再来呢，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第二次复临与罪无关，没有什么生命还存在，还投胎，还这个在轮转，没有了，对不对？那么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学科的作者已经提到了啊，这个理论所谓轮回投胎呢，是跟圣经讲的第一说活着人知道必死，死了人毫无所知，对吧？而且圣经讲我们将来身体要复活，这个跟圣经第一点矛盾。第二点呢，好吧，这个否定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的一个教义啊，以为人呢，哎呀，我今生做点善事啦，啊，做好一点啦，将来投胎就投得好。我人不靠自己能够称义，而且我们都是罪人，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跟这个主要的教义又否定，好吧？这个理论呢，跟怎么样啊？就是说，我们将来是跟我们今生所言所行来决定的，懂不懂？所以我讲，我们要用永生来激励我们今生，用我们的今生去奠定永生，没有说，哎呀，将来还可以啊，炼狱里面，或者道教讲超度超度，或者佛教讲啊，积点善就可以改变我们将来，没有的，没有的，对不对？都是今生就决定将来，所以怎么样？一死了以后就盖棺就认定，没有将来的悔改，也没有怎么样还可以再行善，没有啊。第四，这个理论淡化了基督再来的意义和它的相关性。那如果真的轮回了，那耶稣来还会来吗？不会来了。耶稣说，看啊，我必再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是在启示录里面讲，是吧？第五，这个理论呢，提出一个跟圣经相反的道理，就是人怎么样呢？人死了以后还可以有机会怎么样跨越死亡的一个鸿沟啊，变狗的生命变牛的生命，没有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上次在学科里面已经解答了这个关于拉撒路
跟财主的比喻，这是个比喻，对不对？拉萨路也不可能沾点水给这个财主，这个财主也绝对不能越过这个到亚伯拉罕的怀，就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好吧？哎，好了，七十八名，那招魂术和祖先的敬拜，祖先敬拜对我们华人比较熟悉，对不对？很多人家里如果只是摆一个已故的先人的像，有的如果是为了想念纪念，但是更多的呢，在中国是祖先崇拜的，对吧？当然，这个在中国发生过，啊，就在清朝的时候，啊，有个皇帝康熙皇帝，他有一度是很热心于罗马天主教的，也写过不少的诗词啊等等，对不对？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教皇允许中国的信，那个一两百年前了。对不对？两百年前的事情，允许中国接受罗马天主教人，也可以在这个祖宗的像面前敬拜。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尊重而已，这是一个礼节而已。但后来换了一个教皇，就说不可以，凡是这样的都不行。结果造成了。所谓康熙皇帝就把那些都赶出去了，把这人论，这是在中国。直到今天一两百年以后，人对所谓祖先的，如果是纪念尊重，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但是话又讲回，我不是讲嘛，我最多是记得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祖父，因为我的祖母我都没见过。至于我祖父的上辈，我更加没见过。那么，所谓想念纪念，也最多到的啊，我的祖父是很勤劳的，很聪明的，我的父亲如何如何，最多如此而已。但是如果是作为敬拜的，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华人的心中怎么样，我拜祖先呢，就会避免灾祸，就会赐福给我，这就把祖先，而且尤其这祖先已经死了，对不对？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活着，我的祖父祖母还活着，或者帮我啊教导我，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已经死去了，你还当他来拜，而且这个动机又是想最好因着我拜我的祖先呢，就消灾免祸。就会福分能够临到我，这就危险，这就把这个一个已死的一个祖先当作神明这样，当作神这样来讲，这个是危险。但是这个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可以说至少影响华人是很厉害，不单单是在国内，在国外也是如此，对不对？甚至我说今天连的说唯物论、无神论者都怎么样啊？摆张像啊，而且有的时候超越了所谓纪念的 这个尊重，而当作神明这样，这就非常危险。那么至于招魂术呢，在中国就是什么？有官王，有过阴，有交鬼的。那么在西方呢，有招魂术，这比较通俗的名称。怎么样？死了以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活着人比死死的人毫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有个灵魂啊，飞到天中，飘在空中，或者下到地狱，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招魂，招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度很清楚的，甚至在第一代王扫罗的时候就说，凡是交鬼的、招魂的、过阴的、官王的，
如果一发现就猝死，因为影响危害很大。但遗憾的，当扫罗自己的穷途末路，四面楚歌的时候，打仗又打败，撒母耳又已经怎么样过世了，上帝又不听他的祈祷了，因为他违背上帝。结果呢，他去到引渡尔去找个交鬼的妇人。交鬼的妇人，我们知道可能是有撒旦的工作。哇，他一说，当然扫罗是化了妆去，穿了便服去的，但是这交鬼妇人认出，啊，你不是一般人，你是扫罗，你也想害我啊？扫罗，不要紧，对不对？啊，我保证不会处死你，因为他自己都来交鬼了。那么这引渡人妇人，这交鬼妇人，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你把撒母耳给我招上来。我就从这几点，第一，如果按照灵魂不死的人的说法，撒母耳应该在天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行法术的从地上有一个像撒母耳人上来了，这个第一个违背啊，跟甚至灵魂不死的违背。第二，撒母耳活着的时候，扫罗不听他的教导，不听接着撒母耳给他上帝给他的指示。有一次甚至撒母耳拂袖而去，很愤怒，因为他没有听尊撒母耳的话。你想想看，撒母耳活着的时候，因为扫罗不听上帝接着先知所传给他的命令，都离开了他，难道他死了以后，扫罗说你上了上来，或者这个交鬼妇人说你上了上来就会来吗？所以这两点已经很清楚证明，不是先知撒母耳的所谓的灵魂，这是造假，这是撒旦的工作。第三，扫罗第二天就战死沙场，而且自杀了，这个都是很清楚的证明，怎么样？这些是出于撒旦，所以招魂很严重，对不对？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都有。我尤其觉得刚刚这个学科的作者一开始也讲，来到了现在，甚至把所谓的科学也拉了进来。我是这方面是根本是幼稚园无知不懂的，但是大家知道今天的所谓的科学已经可以把人的声音，把人的相貌，把人过去所做的都可以怎么样，好像活龙活现的放在荧幕上，放在出现在这个墙上，出现在你的视觉幻觉里面，真的很危险，很危险。今天的科学如果一旦被撒旦所掌握所利用，还不单单是啊，原子武器，这个细菌武器啊，这个化学武器杀人，它另外就是说在这个信仰上，在宗教上怎么样加入了灵魂不死带出来的种种怪事。除了利用这个电影电视，还有很多专门讲鬼故事的，中国的聊斋啊啊等等讲鬼故事的嘛，西方也是如此，对不对？招魂术很危险啊，不久一点，就是你我不明白最好，就接受圣经，
而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不懂，我要去学学，我要去看看，危险，躲得他们越远越好。你就要知道，刚刚根据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啊，包括扫罗的那个悲惨的下场，你可以看到，上帝愿意怎么样，万人的救，但是要明白正道；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成人，但要人人都悔改，要悔改。认罪就在今生现世，对上帝、对人的，啊，对家里的等等，要改要认罪，就信靠主耶稣，啊，认罪悔改，主一定赦免我们，而不可能到将来再来认罪，将来还有第二生命。另外呢，也千万不要在今生受骗。哎呀，你捐点钱了，你做点善事了，你啊造一个什么了？啊，就可以减免你点罪了，或者甚至于可以为你所死去的亲人把他们超度出来了，提前释放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对不对？招魂术已经，我以前已经讲过，对不对？得到诺贝尔奖金两次的女性，就有一个居里夫人，就发明这个雷定的。一度可以帮助致癌的放射性的物质。居里夫人，她丈夫也是个物理学家，她也是物理学家，但她两次得到科学当中最高的诺贝尔奖。那意思就是说，从人看来，这种事可以说是精英，这种事啊，非常有智慧的人。我看过他的女儿写的一句话，他女儿说。我的母亲差一点坠入了招魂术的陷阱。哇，这么聪明、这么有学问的人，差一点陷入了招魂术的一个陷阱。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撒旦可以网罗一切的人，你不要以为。这算命的交鬼都是无知无识的乡下佬啊等等，对，是，但是连的那些最聪明、最智慧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也可以迷惑，所以要警醒。但我再说，我们不懂好过懂，我也不懂，但我绝对不会再去。哎呀，我来学学啊，什么叫招魂术啊？什么怎么怎么去甚至尝试了、啊？那太危险，太危险。灵界里面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太容易明白，对不对？因为圣经讲，既有圣灵，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真神，但也有邪灵，就是魔鬼撒旦啊。上帝的对手，邪灵也会不断的工作。那么，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我自己一点点经验，就说我受浸到现在已经七十几年了，我做基督徒，我做牧师都差不多四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过这一类的经验。但是就一次我还没有忘怀的，就我14岁的时候受浸，我们那时候住在上海，在我家的附近一个这个支路上啊，虬江路上有个旧书摊，我有一次到旧书摊，我一看有一本叫通灵学，因为我刚刚受浸，道理也懂得很浅不大多，我想哎呀，这本书通灵是不是圣灵呢？或者我看看能够帮助我，使得我更加亲近圣灵，更加接近上帝。你看，我14岁，我现在80几岁，已经70年前了，我没有忘记这。那个时候我因为年幼无知，
我很想去拿这本书，是吧？来看一看，怎么可以更加的以我以为是圣女。结果我记得现在很清楚，有一股很大力量，就像风一样把我推开去。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接着天使，我看不见天使，免得我因着无知幼稚，结果陷入了危险。但话讲回，自从那次以后，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没有什么邪灵，没有什么鬼怪可以影响我、害我，或者没有，我愿意做这个见证。好吗？那么好了，今天我们警惕，尤其在末世的时候，我一开始读的帖撒罗尼迦前，末世的时候，这个不法之子，懂吗？否定上帝的话，否定上帝的律法诫命啊，完全想靠自己立功建功等等，要行很多虚假的启示。不单单在物质上，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将来启示录十三章第二个时候，要用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今天科学已经讲，你今天的什么？无人飞机啊，今天的导弹啊，地对空导、空对地导弹啊，等等，都是可以做到。但是，比这个更危险、更严重的是灵界里面，好吧？诱惑人、欺骗人，使人离弃上帝，使人拜偶像，使人甚至追随魔鬼，好吧？在西方，在美国不是有魔鬼教吗？啊，连的魔鬼也有教，叫魔鬼教。也有他们的礼拜堂，但他们礼拜的不是真神，还不是假神，是见证魔鬼。所以这点我们警惕，好吧？七十九面，假冒和其他的形象，因为刚刚提了濒死现象啊、投胎啊、这个轮回啊、啊招魂术啊、啊拜祖先啊等等。这些已经提了，还神秘主义啊，但是是不是到此为止？不，还有很多假冒，知道吧？这里说与招魂术相似的，是化身为死者的灵魂，以及化身为其他的鬼怪出现。哎呀，这个真是有啊！有些人因此就精神错乱，有些人就吓得不得了，有些人呢就恍惚。哎呀，啊！放纵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神灵保护，这个都很危险，是不是？有许许多多，所以圣经里面讲，对不对？人当以训诲和法度，就是以上帝的圣经教训督促使人归正教导学义的圣经，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人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不得见神光，没有亮光，不会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不会驱逐我们的空虚混沌，更加会把怎么样一切的黑暗更加充满我们的心，更加使得我们精神恍惚，更加使得我们终日啊不知所为，活在一个既是虚幻又是恐怖的一个警惕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吗？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善恶之争里面讲到，这些虚谎灵虽然装作使徒，但他们所讲的话去使徒在世的时候圣灵感动写作的道理完全是相反的，对不对？就怎么样，而且说这巨大的骗局当最惊的那一幕，乃是撒旦要亲自化妆为基督，在基督复临之前，魔鬼会化妆成为基督，说啊，上帝律法废掉了，怎么等等啊？只有相信他，才会有福分，这非常危险。这个我如果在几十年前，我们还比较难想，但是今天，在今天的所谓的科学和科技下完全会做到啊！
今天不是已经有机器人吗？那有些机器人，我说，哎呀，这个带头带脑的，这个现在的机器人做得像活的人一生一样，有皮有肉，还会跳舞，还会做操，还会等等。哈，今天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这点，甚至声音、形象、他的动作都会，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警惕，催眠术也要警惕。今天的非基督教的催眠术、心理学都提倡催眠术，但是催眠术就容易被撒旦打入，做出很多违背圣经的事情。哇，他也可以跟你讲一些，哎，是你觉得奇怪，哎，真的哦，这个好像是我的先人，哎，他讲的话好像以前也跟我讲过的，危险，危险，危险。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科技已经可以让人做到这种程度，甚至机器人都，对不对？甚至现在不是有说，将来可以造个机器人跟你结婚，跟你一起生活，还可以安慰你，可以跟你唱歌，甚至跟你同居，哇，简直可怕！注意，这是末世，已经来到了末世。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哇，我们一定也相信圣经才是我们的保障，上帝才是真神，上帝的天使一定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要搭救他们，像过去搭救我一样，保守我，直到今天。我们不怕鬼怪，也没有鬼怪可以侵犯在基督里面的人，而相反，我们如果一离弃真神，一相信他的话语，我们就走入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当中啊！甚至今天的科学、今天的技术、今天的所谓的有些宗教，更加不要说某些学说啊，心理学的学说啊等等。注意，撒旦不单单是吼叫的诗词，遍地游行，寻找可吞治人，用吓唬人，也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人堕落。求主能够恩待我，对不对？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经验？一定要经验耶稣基督他的爱，一定要经验上帝的大能以及他的保护。好的，愿主恩待我每一位，阿们。